这条路我每个星期都会路过。我总会坐在左边靠窗的位置，公交车沿着江边前进着，有风的时候打开窗户，路两旁的树叶也会随着风飘摇，像是万物在一起跳舞，异常好看。下一站步行街站，这一站靠近步行街，下车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高塔，行人往来异常热闹。步行街站到了。我们调查了人口失踪库和户籍销户人口库，焦娜没有报失踪，也没有报销户。同时，我们联系了焦娜老家当地派出所，她在老家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。那有去外地的行程信息吗？轮渡、长途客运、火车、飞机都查不到。此外，我们联系了出入境管理局，证实焦娜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。通话记录呢？我派人去查了，马上出结果。不过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江娜有一个异常的地方。喂，哎，师傅。从去年五月底开始，一直到八月中旬，江娜经常会去一家叫做红星旅馆的地方入住。红星旅馆。对，师傅，你在哪儿？我过来找你。我在步行街上面，在一个叫卓玉书店的门口。具体门牌号，都是星座。等一下，我就在红星旅馆门口。你给我发个定位，我马上过来。见过他吗？啊，见过。去年夏天，他经常来我们旅馆入住的。记得这么清楚，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姑娘特别爱笑，而且每次她都住同一间房，所以我就印象比较深。哦，那她每次都是一个人来，还是还有别人一块儿啊？都是她办理入住的，但是应该还是有一位男士是和她一起的。每次都是跟一位男士吗？同一位？对。那位男士的信息你们登记了吗？啊，这个抱歉。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有点印象。是他吗？好像。好像是他。江引路吧，我是南柳杂志社顾景明。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是我来早了。江引路是你的真名还是笔名？江引路是我的笔名，叫江娜。你好，江娜。你好，顾景明。我们边走边说吧。我很喜欢你写的这篇文章，本来是要推荐这期刊登的，但最后被我们主编给毙了。我今天约你见面呢，就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，也希望你别灰心，将来一定有机会。没关系的，还是谢谢你，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专业的认可。我是真喜欢这篇文章。你的工作真好，喜欢一篇稿子或者里面的一句话，就能够有机会当面告诉写他的人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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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是第一次约作者见面。那你为什么约我呢？因为我爸妈就是扎纸人纸马的，这工作当地人都不太喜欢，觉得不吉利，
虽然你写的不是他们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被人认可。你等我一下。天开始热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是啊，今天立夏，夏天已经开始了。今晚的月色真美。是啊，风也温柔。说了，唐寻最近住我们酒店。哪个唐寻啊？就是那个作家唐寻啊。唐老师啊，他人特别好，还送我本书呢。哎，老师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小说。这次应该又是现实题材的。不是，他这次写的是悬疑题材。悬疑。觉得写的特别好。你看了？打扫卫生的时候没忍住，偷偷看了一眼。你说的我有点好奇，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也看看？怎么看呀？就。拿着手机拍了，我不就看了？啊，那不太好吧？你看就没事儿，我看就不太好了。不是，那我……哎，行行行行，你就当我没说呗。